在众多的异界来客中，只有您和流星碎片有功。如果拥有了足够的神力，就能回到原本的世界吗？这个嘛……哎，你骗我，你犹豫？我没骗你，只要变强，一定有办法。啊，忘了介绍，这里是天空之境，异界来客通往云吹大陆的中转。我现在要带您去云吹大陆见一位叫青，一直在帮助异界来客寻找回家的路。第一次见面，还是要穿得正式一点，请主人挑选一套心仪的衣服吧。哦，不愧是主人，这身衣服简直和你穿过这道大。我最最亲爱的主人，欢迎来到云吹大陆的最高处云波之境。我们没想到异界来客居然这么多，都有俱乐部了。嗯，不是哦，俱乐部成员并不都是蓝星人，秦少师来自一个遥远的时空，听他说话的格调你就明白了。今天云波之境的风儿似乎有些喧嚣呢。监察官大人，发现新的一界来客，他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同寻常。原计划清除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监察者，这是一个监察时空秩序的神秘组织，他们一直在驱逐异界来客。啊！监察官大人有令，不能放过一条漏网之鱼。
会的人怎么来了？这个外来者究竟是什么身份？你们要为了他和龙真大人作对。哼，冒险家协会的事不劳他费心。他叫端木成，是云锤八大冒险家之一。严格来讲，异世界俱乐部是冒险家协会的下属机构。至于冒险家，这里不安全，跟我走。果然值得信赖。刚才我们说冒险家协会。哦，冒险家协会聚集了众多强大的冒险家，拥有最是监察者的首领，没想到他亲自来了。雷鸣之下，万物寂灭。雷鸣之下，万物寂灭。雷鸣之下，万物寂灭。想逃？向着苍渊了，之后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，我可以随时为你教学。
秦少之前辈，我已经完成了一些基本的培训。协会已经为新晋冒险家按特殊委托，听上去很有意思，那我就等等吧。为了我的安危着想，我会努力变强活下去的。流星，和当时在蓝星看到的很像，是又有同乡来了吗？看来已经很习惯这里了嘛。等空间波动平稳下来，我们可以一起喝茶哦。空间波动？小生猜测，你就是白鹿之前提到的协会新成员吧？是的，不知你是？小生文安木，来自神宇书院，对神力略有研究。方才所言空间波动，其实是空间交叠或者次元重合引起的空间震荡。此时，云锤世界之外的事物就能通过时空裂隙穿越到云锤，比如这些流星。还比如说几颗外来的星球，今天的日食就是古老的星流引起的，看很漂亮吧，阿笑用协会的望远镜拍下来的，看起来和你上次前来的景象很相似呢。啊，恰好引荐，这位是冒险家协会龙一红会长。我能帮什么忙吗？毕竟以前可是发生过怪兽入侵。我这就去苏兰四处看看。我刚到苏兰时也是在海边，难道大家都比较习惯在海边出现？夕阳好美，或许可以看一会儿再回协会。来到云锤有段日子了，有点想念火锅、烧烤、小龙虾。
开始想家啦。我们云锤也有好吃的火锅和烧烤，改天